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到行山郊野乐，我是嗨卡活，今日带大家行一条西贡相对比较冷门的行山路线，麻南忽半岛。今次这段路程我们会经过三个大的景点，分别是白马嘴、麻南忽村和三圣湾沙滩。我们先由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出发，沿着焦坑自然教育径，去到分下路口先，一开始大多数的道路都是以平路为主，亦都开始可以见到西贡内部的景色。我们再行多一段非常简单的道路之后，我们就到达分下路口。去到这里，我们就会逐个逐个看我刚才讲的那三个景点了。而去完每一个景点，我们都要回来这个分下路口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向着白马嘴进发。途中可以见到桥咀、洛西洲等等西贡景色，大家要注意落白马嘴的路咧系会比较崎岖一啲嘅。转眼间我哋已经到达白马嘴啦，喺度可以望到好广阔嘅景色。可以望到大埔仔啊、将军澳嗰头嘅景色。第一个风景位就睇完啦，咁之后咧，我哋就去第二个风景位麻南忽。行翻同样嘅道路，去翻分下路口之后，我哋就向住麻南忽嘅道路进发。去麻南忽嘅道路就会变得非常简单。哇！咁快已经到达麻南忽啦，见到呢度系一个好靓嘅河口位。亦都一个好靓嘅木制码头啦。喺度附近亦都设有公厕俾大家不时之需。去完第二个景点之后，我哋又去翻分校路口啦。我哋行前少少，再向住第三个景点进发，三圣湾沙滩。喺度我哋就会行一啲非人建造嘅道路。过咗半个钟，我哋就到达隐世沙滩三圣湾。由于疫情嘅关系，所以个沙滩就封闭咗嘅。但是我们就可以在隔离的三圣湾码头品尝下风景。如果大家觉得累的话，可以在这里搭船去回白沙湾的。我们就选择原路折返了。
沿途亦都可以望到白沙湾嘅高贵景色。去翻分下路口之后咧，我哋就向住终点焦坑进发。由于我哋想睇唔同嘅风景，所以我哋就会用另外一条路去翻焦坑。去翻焦坑嗰时候咧，大家就可以搭翻922巴士去翻钻石山嗰边噶啦。返回嘅道路都系一啲简单嘅车路。好啦，我哋已经到达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。咁我哋而家先总结下成段路程先。此段行程，大家可以见到非常非常多角度的西贡景色，而且的路线难度就不算太高，只是在白马咀的路段相对比较崎岖一点。这段行程总括来讲都是算比较丰富啦，亦都有风景睇的路线，适合在春秋冬天行的行山路线。如果夏天行呢，暴晒率都会几高噶，所以大家如果喺夏天行就要准备多啲凉水啦。希望呢条影片可以俾大家知道香港真系好靓噶，亦都希望带大家喺香港远足郊游。喺度亦都希望大家俾个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啦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关于呢条路线嘅资讯嘅话，大家可以喺留言栏嗰度提出。咁我喺度先同大家讲拜拜先啦，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